北京动物园北区的动物啊，相对比较少，海洋馆还不属于北京动物园。除了海洋馆以外呢，就剩下4种动物了，鹰和河马呢都比较少，大象和犀牛还挺多的。犀牛河马馆的玻璃呢相对干净一些，所以看这个犀牛河马呢比大象要清楚一些。犀牛河马馆里呢还有吃饭的地方。什么像那是？燕子像。哦。大一点。参观时，大腿很粗。大腿很粗，像腿这么粗，这么细一点，还有它的尾巴。还有它那个黑毛，就那种小球的，它的尾巴还有稍微有点土的那个眼睛。更多旅行实用攻略，请观看视频合集。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